高雅秋。我高啊。高啊高啊。我们这边有两个。高啊。有人喜欢在家研读经典，也有人喜欢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。谁又能想到去了一趟非洲，带回来了动感欢乐的非洲鼓呢？还用鼓声把周围的邻居也引去了。而现如今，邻居们组成了一支非洲鼓表演团队，这事儿啊，就发生在咱们道里的洞乐街道外。一起来听刘斌带领的洞乐街道大侠非洲鼓表演团的恰恰恰。十分了，阿拉来遐说一下。好的，哎，加得好啊。